原标题：百年前的北京，古都气息不减。一、罕见的照片。1860年，贝托先生在侵略者焚烧之前拍摄的北京的颐和园。19世纪70年代，中国长城，这是通向蒙古的中国长城的一个部分的早期照片。三、1911年，意大利水兵，中国北京。四、1911年，意大利水兵在中国北京。五、1920年，中国北京，永定门。六、20世纪初的北京，由奥地利学者拍摄。七、1920年，中国北京。八、具体时间不详，图片为北京的一个茶馆。奥地利学者拍摄，纪文努学社青年会会员孙启平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